风风越来越好。塞车了，快点，再见。臭脚丫是新鞋鞋，所以它是香的。你可以拿去给永康借臭脚丫穿，他穿的鞋鞋可能就不臭，对不对？穿的鞋鞋可能就不臭喽。他现在是新的不臭，穿上了，脚脚穿上就变臭了。你有没有穿鞋鞋？我会怕吗？好像还蛮香的。哎呦，你为什么都不跟我来？留。